覺得好啊，我小姓曾啊，大家叫我曾 Sir 或者曾教練都可以啦。大家手上咧都會有一個集訓守則同埋備忘嘅。咁好簡單咁概述一下啦，好，22號出發，至到24號咧都係會有個集訓嘅，都有6節，圍繞喺3日嗰度。你哋呢個係一個交流團啦，咁啊好好彩就可以去到呢個佛山呢個基地嗰度。咁佛山其實都係水平好高嘅一個訓練點嚟嘅，好多嘅省隊啊，特別而家有啲香港嘅教練啦，以前都係佛山出嚟嘅。佛山都係一個比較重點嘅廣東省嘅一個訓練嘅基地，咁大家有機會去可以多啲接觸同埋交流。大家主動都可以結識下當地嘅朋友，咁大家都互相認識下，即係當地嘅訓練啦，同埋佢日常嘅生活係點啊？呢個都係大家一個交流團裏面大家一個重點嘅目標嚟嘅。第二方面就係我盡量都會安排你哋用翻中國訓練嘅模式啦，佢哋嘅練法啦，同你哋之前嘅訓練有咩唔同咧？或者你自己睇下你自己有冇機會提升翻啊？有邊啲不足夠嘅地方咧，都可以喺嗰段時間去睇下。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好好嘅體會。